差点想到，我险呐、啊！我要掉坑里了，那边一下子就到坑了嘛。掉坑里了。小屁孩，哎呀！刚说了不要掉坑里，就掉坑里。你看，没关系，他这台是不是市区的？怎么啦，兄弟？我靠，他那边。啊，那边那个车开开过来，我往边上一倒，他就被拖了。你让开吧。你开这么粗鄙，我刚刚说了说不要掉坑里了，他掉坑里了。嗯。他这边刚刚他开过来了。哦。哎呀。垫起来就行。这条路也是，哎，很窄的，因为它这边吓我一跳。市区的吧，这台啊，是市区的吗？喂，妈。四零驱动的没关系。有，这里个点又不出的事了。没事了。你刚刚不是能出弄出来吗？哎。哎，不打。不打，开前一点点。啊？不行。开前一点点去，再放石头进来就得了。开前一点点。啊，没问题。你看，这个小问题，没事的。不是漏水的，那是空调水，没关系的。这些的话，这里面的话就有一些直播间的。这艘船呢，就是用来捞河蚌的，河蚌里边很多珍珠。这里边有多深呢、啊？有没有两米深里边？两米应该要有的。哦。两米深，那就淹过人哦。大哥，这里养了多少年了？六年了。哇，养了六年了。对呀，六年的老蚌了。哎呦，我们现在种农不容易的，哈哈，不要钱呀。六年还没丰收一次啊？对呀，六年丰收一次时间太久了呀。哎呦，这么久。这里的水深不深啊？两米左右吧。两米啊？你把你那个桨插进去看到不到底？插不到底的呀，侬。哇哇！插不下去、啊。真的挺深的不？对呀、啊，侬。插不下去、啊。哇！两米多的深度呀、啊。嗯，一定要有这么深度才好、啊、是吗？一定要有这么深度了，那这样的话氧气就充足了嘛。哦。这个要有养分的呀。里边养有鱼吗？有鱼的。也有鱼。对，鱼的话要吃藻类的嘛。哦。那你这个鱼呢，要六年才刮一次吗？的话我们两年扎一次的，两年也扎一次。两年不扎一次的话，我们这个就这个成本捞不起来了吧、哦、上面这么多罐子，这鱼怎么抓？罐子的鱼啊？不是，上面这么多罐子在上面，这个鱼怎么抓得到？不要紧的呀，我们这样收个几条起来就可以了呀。哦，这样啊，把它搞在一起。哦，赶在一起。哎，嗯。哎呦，好大哦。哎呦，这个东西得了，就像个石头。哎呦，够大！见证奇迹的时刻到来了。来了，我们现场开蚌。喂，哎。这一只大概有多少珍珠？这个是我们是这个 A 级生那个弹珠，
一颗里面就是一颗珍珠，一颗就是那对啊，一颗呢，哇，看到了，不容易哦，看到了吗？这个上正常的这个里边的，这样一个大珍珠就出来了，一年的话就要几百，哇，看到了吗？这个珍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哇，这个好漂亮哦，这个颜色又好，哦，这个就上百了呀。哦，这是吧？哎，无瑕，这颗珍珠是无瑕的珍珠，这个、六年。商场里，如果三年、四年达不到这个光线的，上等的吧？这就上等品了，这个就上等品了。几千，有一串是吧？哎，一颗喽。一颗啊！对。哇，这个也有。哎呦，怎么每个都有的？对了，每个都有的呀。啊。哦，这个更加好了。哦。这个更加好了。哇。都圆的啊。哦。都圆圆的啊。漂亮，哇。原来你是大土豪啊，这么多珍珠啊，看不出来、啊。现在我们这个养殖技术也好，就是现在这个成本太高了呀。嗯。这个塘口我们租起来就几千块钱一亩嘞。哦。对呀、啊。现在这个人工。哎呦呦呦呦！哇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就看到了。啊，这个是巴洛克。嗯。这个珍珠里面。哦。哦，圆的，我认为是巴洛克，这个更加好。这个是酒红紫色吧？颜色里面也算好的。嗯。哎呦，那你这鱼塘里会不会被有人来偷啊？这么我们有人看的呀，所以得要有人看。这样啊，看到了吗？啊，珍珠它就生在这个肚肚里面的，都是生在这里的。哦，那这个也漂亮。哇，这个都是好珍珠啊，一颗都几百。对呀，这个珍珠是确实好。哎呀，五颗五百啊，这里。而且每个颜色都有。对，全部是。现在这些，比如说拿去煮还可以是吗？对，这个肉我们可以吃，全部发到湖南那边去，他们做那个麻辣的。现在这个成品也有的买了，现场成品买过来直接可以吃的。这个拿回去就可以加工了。哎，这个你可以吃，我说。这些如果我不是亲眼看到在里边捞上来，我以为真的，我以为是假的啊。因为呢，我亲眼看到他们，然后进里边去抓出来，现场的挖给我看，要不我真的是有点不相信了。哎呦，怎么里边会有这颗东西呢？有什么用？颜色这么好看哦。啊，挺漂亮的。来，有谁喜欢的话呢，给我帮个打个柳啊。到时候呢，如果喜欢的话呢，再给你寄一个小颗送给你，好吧？珍珠粉的话，不是用这种珍珠去磨的。对，像这个它就是可以做转运珠，做那个路路通的。不行，对，因为它这样会打裂，对，会打裂。直接穿的话，比如说是这边这个位置打进去，它要是直接可以，这个价格太划算。其实我们下面都是直接拿批发价做了。这个旁边那个是金吗？这是银。啊，银，对。镀金。你的手好细啊，好细的中国红项链吗？它但是拔不下来了。它这个颜色，今年的橘金色，就因为戴上这串了，走路你要小心，不要被怕被人家抢了。像这种小子哪里开出来的？啊，这种小子哪里开出来的？常规啊，就是那个多珠棒，一个棒里面那个是腰的。怎么样？哇，再走近一点，这么远，看到了吗？哇，好漂亮哦！Caiuba不，这直接穿进去，这个穿一颗就可以了。哦，这样啊。对，穿进去。哦，就穿一颗。对。然后戴上去就完美了。对。他说干嘛？哦，原来是这样的，这叫路路通。嗯。财运亨通。啊、哦。